提醒乡亲，拜时又过寒流要来了，气象局提醒讲，即届寒流是湿湿冷冷的，是较袂舒适。啊，伫个即礼拜五到拜六是上寒的时阵，有南部的居民都爱讲，啊，顶一摆的寒害已经损失三成到七成，啊，即个通请即阵啊，赶紧来做好即个防寒的准备哦。一尾过一尾，沙巴鱼冰到浮在水面。寒流过后，或者冷却效应，透早气温依然真低。七度海波形成的沙巴鱼甲粉油拢挂死，渔民损失真惨。它不像上次，都是冷个两天，然后隔两天它就好了。这次是一直冷下去，所以大致上它以沙巴鱼不晒常见的，它是属于热带鱼系列，所以鱼龙陆续鱼龙也浮上来，它就会死掉。虽然顶礼拜已经做好防寒措施，将鱼群引甲避风的所在，沙巴鱼依然未冻寒拢死去。听到礼拜四个寒流加以布袋渔民，抢修地内沙巴鱼，不管大小，全部拢搞起来。这网啊内吼，所有内底有鱼啊吼，啊个活的拢同一时间甲抢修起来。哦，安尼，慢慢来，愈来愈死愈济，水势愈来愈大。气象局表示，拜时起，罗南的这波寒流水气较侪，冷空气也较高，湿冷感受会真明显。这一波寒流最冷的时间点，预计会落在礼拜五一整天到礼拜六的清晨，在北部、东北部的低温呢，只有8到9度左右。那中南部呢，大概是9到10度，花东地区呢，大概是11、12度左右。拜二拜三北部东北部晴转凉，拜四寒流交汇，拜五拜六气温适中，北部下探8度，中南部也只有10度。离岛妈祖4度，金门只有7度。礼拜一开始气温虽然小可回，暗过帅气过转冷。未来这两个礼拜是同一个大的西伯利亚南下的冷高压，那预计呢它的这个强度呢其实是不亚于上一波这种跨年元旦的天气。那大致上呢这一波是比较偏湿冷的，那湿冷的感受呢会比这个干冷还要来的冷很多。专家提醒，这摆寒流体感温度有可能接近0度，就算伫厝内底也感受真湿冷，爱穿好少，用湿农渔业也爱注意天气的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第一开放进口，是行政长苏贞昌今日有下到台北港看报关的查验作业。伊表示讲，这肉品要进口到台湾来，爱过三关，包括着海关加这风检局的查验，加是有数肉品的查验。啊，为今仔日开始，每一工有哪弄猪肉仪表板的公告。送到位的货柜，伫行政长苏贞昌面头前开开，甲顶关有印干那台本啊许多型的肉品。检证编号甲出产国等等的资料。2021年头一天上班，苏贞昌大动作，带领几个部会首长去台北港视察。有人说我今天是来看来猪，不是，我是来看检验的整个准备跟程序。我们也可能都看不到来猪。肉品要入台湾，都要过三关，包括财政部海关、风检局，还有食药署相关的查验。唔呐，搭配拢的验，进口的猪肉嘛，拢爱有相关的标识。今年开始，逐工伫个卫福部、财政部，还有农委会三个部会官方网站，会公告相关的数据。亲像1月7日到7日，台湾猪肉有3048栋，其他会当食的猪肉内，累计有2811栋，也呐进口的数据拢是零。苏贞昌强调讲，台湾货若要销出去，都要接受人的货买入来。也拿经济部是强调国际贸易的重要。经济部是希望保护国人安全之外，国际贸易的顺畅这个是很重要。针对地方自治条例，300种的联检出的规范，行政院认为是危险。外界批评行政院像大法官，若无配合的管事首长，可能会去红单条或者是换掉。也拿苏贞昌是回应讲，爱走出英国威权的时代啊。在过去国民党威权执政的时候，曾经把一个县长就给撤职，那时候是国民党的威权时代。台湾早已经民主很久了，有人还活在威权的时代。苏贞昌讲，宪法规定有关国际贸易跟食品安全，拢是中央立法，而且执行的事项，全国的脚步应该要统一，才袂让店头甲百姓摸袂清楚，规个乱糟糟。苏贞昌保证讲，为海关到食饭桌啊，政府一定会盯紧追查。让资讯公开透明，请人民放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来看到十公前台中有一对这六个人的爬山队，讲去爬北高大山，啊，内底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失去联络，到今也未找到人。啊，不过搜救人员有伫个登山结果发现，讲有两个所在使用石头摆出来 SOS 的字，啊，即马是由这台中市的消防局接手来搜救。大石头顶端清楚的 SOS 字样，另外 N K 高另外一边阁发现有细粒石头摆出来 SOS， 边啊阁一个枪字，这让搜救人员真欢喜。发现的地点是伫个台中市和平区的登山 K 高，它大概就是在石铺区的最下方的哈。那它的路程来讲的话，至少要六个小时左右。两个自由发现的地点差三四点钟的路程，南投县消防局研判，姓陈查甫人可能沿着登山溪谷找出路。姓陈查甫人伫去年十二月二日，甲其他山友爬北高大山，说伫庐山爬道失联。接手救援的台中市消防局也出动空中摄影机确认救援计划。就求救的现场没在那边停留啊，比如说我们找到之后，我们就是只能在附近一直搜索。连续山难救援和救援人员受够忝。根据消防署的统计，去年的山难意外总件数是437件，比两年前加出一倍左右。死亡人数39人，到即马失踪人数是4人，也比两年前悬出真多。其中海拔1500公尺以下的山区，因为一天因降温，事故比以前加2.3倍。在2020年山难热点当中，玉山、嘉里山、合欢山是前三名，通报数量拢在15件以上。做一些明确的规定，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能可以做一些管制或惩处？登山其实它是探险，它不是冒险。探险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危险因子，但是很多危险是可以事先排除的。朱清香都指出，疫情甲山林开放，让真侪人去爬山，暗过缺少配套甲重量管制，让不少人轻视爬山的专业。除了无去注意体能甲环境的变化，部分社团因应市场需求大开塑形团，也让风险增加。建议将山林教育普及，落实管制，才袂浪费社会资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咧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今仔日有新增加三例这新冠肺炎境外入来病例，是为这菲律宾、多米尼加甲法国来，拢是无症头的感染者。啊，伫越南顶日啦有公告，讲有一个那亲像是台湾去案例。指挥中心表示，这个个案是越南籍30多岁女性移工，其实来台湾住是已经4年外拢无出去过，所以即卖也感染源也搁在调查。国内新冠肺炎新增加3例境外移入的病例，全部拢是无症状的感染者。案号814是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移工，去年12月初来台湾做工作，入境到达无症状，检疫期满进行采检是阴性，检疫期满了后，头家阁甲伊安排自费采检才确诊。案号815是台湾籍20多岁女性，去年10月份去多米尼加拜访朋友，今年1月初移转来台湾，入境到达无症状。因为入境提供的检验报告无符合规定，伫机场采检了后才确诊。也若按号第816是台湾籍40多岁女性，长期伫法国食头路。去年10月初捌伫当地确诊，毋过无去予医生看。今年1月初伊转来台湾，入境到达无症状。1月初2日因为亲人过身申请出国，自费采检了后才确诊。他的CT 值是36左右啊。那所以应该也是属于比较早期的感染哦。越南顶日啊公布新增加8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，其中1例疑似是为台湾过去的。越南官方回应讲，这个个案是越南籍30多岁女性，伫台湾是产业移工，为1905年入境，一直到去年底这段时间拢伫台湾。这个个案伫机场有甲其他的越南移工接触甲开讲，而且越南当地隔离是8人住一间，目前另外7个人采检是阴性。现在感染源还搁在调查当中。目前先框列接触者7人哦，那这7人我们会做这个核酸检测跟血清抗体的检验。那已经采检了1人的 PCR 是阴性哦。为英国入境扩大采检的专案，目前爱采检的有216个人，检疫期满的有202个人，有149个人已经完成采检，其中146个人是阴性，3个人检验当中。另外，还有53个人等在等采检。到目前为止，国内疑似2例英国变种病毒株，还有8个病毒株等在做基因的测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新冠肺炎即马伫全世界确诊人数已经超过8500万人，啊，病毒也阁一直在变种。即马中研院甲台大病院团队合作开发出来幼女抗体，希望会当为源头来阻挡新冠病毒的感染。啊，团队嘛已经申请动物的试验，嘛希望会当含药厂合作做临床的试验。新冠肺炎治疗出现新希望，目前临床上已经知影冠状病毒未进入人体，一定要透过人体 ACE2， 也就是细胞膜表面受体。病毒穿过受体了后，到细胞内部感染人类。中研院甲台大病院联手开发出幼女抗体 ACE2FC， 阻断原本要透过 ACE2 的新冠病毒，都比 ACE2FC 黏掉的等于阻断病毒。那我们知道病毒它变很快，它怎么变？它要侵犯人的细胞，一定要黏上来。那你用这个它一定要黏上来的序列去阻断它，当然是最有效。研究团队表示，这种幼女抗体目前对抗6种病毒株拢有效，压制病毒感染率有90%以上，是目前人体基因序列，若是未来伊渐渐注入人体了后相对稳定，副作用也较少。对一直变化的新冠病毒来讲，不只有阻断效果，也阁有希望治疗好。因为它是一个抗体的结构。所以它就会诱发一个免疫反应，来清除这些被感染的细胞，所以它是也可以预防，也可以治疗。研究团队在细胞甲部件人体器官的实验中，幼女抗体阻断新冠感染的成功率有90%以上。目前已经在申请动物实验，未来若有药厂合作，搁做临床试验，确保效果。这项新的研究发现，已经刊登在国际医学期刊，也摕到美国临时专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是今年第一个股市交易日，股会市拢继续去啊，台股盘中上悬来到这14937点的历史新高，尾也收在这啊14902点，起169点，啊，新台币对着美金的汇率有哪创波段的新高纪录，按股尾场中央银行有进场。画面是规片红记记，台股新年头一个交易日，无予投资人失望。盘中上悬有到14937点，创历史新高。在半导体投篮公司台积电的带领之下，估计要到540块的历史新高。加上其他相关科技类股的配合，中场大盘是起169.5点，收在14902.03点，成交的金额是新台币3457.41亿。那最强势的股票，第一个台积电表现的不错啊，另外像鸿海、联发科，还有一些高价的 IC 设计股票。这些都是占全值的大型的股票，表现得非常强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散户大量的进来，资金非常的充沛，所以股票市场是一路走高的一个格局。除了台股表现强势以外，新台币对美金的汇率，搁一个改写盘中波段新高的记录。在台股大起甲阿伯成台的鼓励之下，八起到28.05元，不过买盘在中央银行入场调节之下，成台的金额是8.4分。收跌28.42元。在农历年前的历史经验来看的话，台币通常都是偏强。现在美元的指数的价格是持续维持在低档做一个盘整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台币势必就会开始走强。新台币对美金的汇率，在去年底的时阵，持续测试28元整数的关卡。上尾几下的交易日，盘中已经起价超过28.1元。连续创下23.5年的新高，每手新台币的汇率以28.508元宏观，去年全年升值的幅度有5.6%，是最近这三年起上多。不过，这嘛，予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，强要记载袂掉。我们是跟客人签订那个年度合约，就是譬如说之前是签31块的哈，31块合约是整年度都是31块哦。今天就七进一套快到28，就是3块。那我等于是每个月出货大概$100万。等还是要了现了300万。业者表示，新冠疫情已经让市场变色，介绍的竞争激烈，加上汇率升值的速度上紧，让厂商要生存更加困难。今年台币若是继续升值，中小企业避险资金无够，成本阁一直加悬的情形之下，未少业者可能会面临着倒台的危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因为是这古历过年，啊，这中国春运是为1月28日开始，估计到时有4亿人次的旅客。啊，不过在中国各地也过一挂南山的本土确诊的病例，挂开烦恼讲，这春运敢会造成这疫情恶化嘞？啊，中国那边的抗疫专家，因的看法嘛是真无同款。
最近香港深圳湾口华人是真多，因应农历春节回乡过年前条，深圳市政府公告，初五开始，入境的人要接受21天的隔离检疫。春分盛况提前出现，中国各地防疫压力也增加。北京市初时宣布收紧防疫措施。因为学校放假比较早，所以算是避开了春运的高峰期。我们一般都是头春节回去，今年不疫情嘛，所以提前回去了。中国国铁集团表示，今年春分第二季开始，三月初八结束，有超过4亿进出旅客。按过中国初时宣布新增加33例确诊个案，其中13例是本土病例，分布在北京、湖北和辽宁。辽宁源头是一名超级传播者，已经传染超过30人。春分是中国一年一摆人口大流动。外界烦恼疫情恶化，按照中国抗疫专家看法不同。国庆节，我们国家几亿人口在流动，都没有事，大家可能就说啊，你看这次春节还可以，不行，因为季节不一样。输入性风险还依然存在，在过好香港的春节的同时，不要忘记自己的防疫。出行需求的增加这是必然的，而且在中国没必要禁止出行。另外，香港初时宣布53例确诊，其中43例是本土个案，6例感染源无清楚。港府宣布，因为确诊数字无等号，2人限聚令搁延长2礼拜，一直到春节进前放假的机会无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在这消息来看，是今年台东延平文山的梅仔树，伫这元旦过了后，开始煞开花，比正常晚10天，也搁有一挂梅仔。树是一边开花一边的结果，专家表示这袂影响到产量，不过要注意的是，这礼拜湿湿冷冷的天气，惊雨水会把花拍落去，这等到影响到梅仔的结果。梅花是愈寒愈会开花。顶礼拜寒人的第一波寒流来呀，台东县延平乡鸾山山区的梅花总算是开花啊，花期比永过慢10天左右。梅花是小花开啊，专家表示梅花需要大冷的天气才会大开。这波寒流刚好是大冷的天气，虽然梅花开较慢，不过山区若是继续大冷，也有可能会当赶到三月份叫做梅仔采收。就是梅花开得很好啦，大概可能会好啊。跟往年比起来，今年算是比较正常的一年，花期是比较正常。梅花是落叶的高手，落叶了才会开花结果。啊，不过鸾山这波开的梅花，所发现已经有部分的果子长，已经有结梅啊，变作花果共长的现象。啊，不过专家讲，这是部分的果子长发育无正常，出现提早开花结果的现象，影响不大。会有早花的现象，就是因为有一些芽，其实它是花。它的花芽花育是不是很完整的，所以它遇到稍微的下雨，它大概就会先开出来。台东县有600多公顷的梅仔园，最近这五年天气变化真大，梅仔拢欠收。啊，不过今年到目前为止，看起来大冷的天气对开花有帮助，但是都必须提醒，这礼拜气象预报的寒流是淡色的天气，路边大家注意雨水会把梅花拍入来的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要鼓励这民间业者会当掏棚出来，这树林地来做这社会主体、长照、社会福利的设备。台中市有修法，啊，不过这不动产开发商是无啥兴趣。台中市的主体处是表示讲，真正的原因是这建商无愿意承担营运社会主体的风险。台中市的社会主体兴建率在6%是掉下尾，地土地无好摕到进行 A。台中市政府为着鼓励所有土地释出，加做社会主体长期照护甲幼童教育设施，新修正公告多次计划，台中市实行自治条例，在去年12月25日生效，提出1:1的用这个奖励，不过对建商来讲也是欠缺一个诱因。这样的条件，没有建商愿意做这样的建筑个案的。1:1的店面去换给社会住宅，没有容积的奖励的话，它可能以价格来讲会亏损2倍啊。台中市主体处解说，建商若是愿意提供私人的土地来兴建社会主体，那社会主体部分无算入用积，也会亏一倍。建商所需要承担的建筑成本，甲伊用伫个房屋市场卖出去的楼地板面积来比较，其实是符合公平正义，而且有完有利润，建商并无吃亏。认为可能这些社会住宅的产品，可能会跟他所开发的这些商品会有一些抵触。那其实我们台中市是社会住宅，是以好宅来当一个最主要的目标，从营建成本上用1倍
的这一个容积来换取更高的售价，其实是应该有利润的。不过台中市主题处也承认，即阵建商无啥兴趣，短利润也需要精算。重点是环保社会主体会把这个地区的厝价给救下来，同时必须负担50年的营运。以营建起厝为本业的建商无啥兴趣，未来继续跟沟通，希望顺利达成台中市12000户社会主体兴建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明仔天气咧，北部地区真侪蔬菜拢落雨的机会，温度是16度到19度。在中部地区是好天，温度是14度到25度。来看在南部地区，温度是16度到21度。在东部地区依然有落雨机会，温度是17度到24度。外地朋友今妈祖温度是11度到19度。以上是今天暗时新闻，新闻最后来看这以色列的大幕，咱再会。